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七百面，七百面第一行，礼佛献功第三十八，这篇头前念到有一个介绍，本篇以现永托的书，诸恩无劫，加披一切会众，佛令清洁，极乐已经庄严。礼佛献功，在这篇经里面显现出本书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了，也加持所有的会众，那包括了咱天前大众在内，普遍和大家亲身看到极乐世界依报正辈殊胜庄严，加上所闻愿托苏林云仙，哦，你亲身看到这个世界，你的生起向往因无之心，求生净土，相随你闻说妙土，相是头前，头前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的，咱听着听讲，要看着，啊，耳光听着，不如亲目去看着。故此下现土，应该无修也。在这篇经里面，真正这尊释迦牟尼佛用伊的心力，极乐世界变现伫面前，互大家也拢看到。有预知，如闻将来讲说阿弥陀佛净土因故。头前一滴详细介绍阿弥陀佛义正庄严，众界的门参加这摆法会真幸运，拢会当亲身听到世尊的说法。圣地上流，这是君臣来地会亲的人，无问题啊！伊听着，伊就会相信，伊就会理解。若会下辈，伊能决定
要军心较乱的人，这个军心呢啊是俗有啊下品呢，这些人有怀疑，去想到佛讲的是真呢，敢无真是这款代志？所以啊，你的心袂通决定，也就是讲，你的心啊，唔是真心，半信半疑啊。对佛啊，真正尊重，知影讲佛啊，未有妄语，会相信你。但是这件代志太不可思议了。不是咱的常识的理解，当然都有疑惑咯。这类的人啊，占大多数啊。上君立地是少数人，这少数人在佛法里面叫做君色的众生，因为君性成色咯，佛讲经说法。主要是要多因的啊，来因真正的成就。中下君性的人呢，实在讲是把因的阿赖耶识啊，证到佛法的境界啊，所以啊，拢总会得到利益，无未得到利益的。啊，中下君临到什么时阵是君识，看伊的缘分。啊，讲是缘分非常殊胜，可能下一生，搁下一生。啊，如果无这个缘分，可能是千生万生以后才会去遇到。不过是下当断定的一句话讲，以决定的得生净土。问题。都是在时间上有差别。是故呢，这下面的经文啊，要甲咱啊介绍的，下加阿弥陀啊，为神之力，令处大众皆得眼见彼国之殊。心上所闻，决定不虚啊！这边加上呢，加上实在是加持啊！阿弥陀佛，为神之力，和大众都会看到，叫做世界以正庄严。对世尊啊，头前所讲的都会啊相信咯。知影这款代志唔是假啊，决定不虚啊。有若令见彼国严，彼国啊严净土，各个坤修往生之业。啊，这是啊，主要的一个啊，希望这些人看到阿弥陀佛以正庄严的这些人，拢会坚定信心，坚定大愿。用命精进的修往生这个法门啊，也是事业，把这个法门来看作家己一生第一件的大事业，那都是真正
有智慧的人，真正成功成熟的人，伊肯定是这款做法。为什么呢？除进门以外，就亲像头前你这清奇师所讲的啊，不入净土之门，善不可得的离顽，恶不可得的离精。这两句话讲啊，真好啊！啊，咱段路修仙，恶感断了尽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恶就断尽了。为什么永远未搁再作恶？啊，仙就圆满了。你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后，以后啊，决定啊，无论是助力是利他，拢是圆满的善行。到极乐世界才做一到，无去极乐世界是做未到啊！你这个娑婆世界更加唔免讲咯。在家同时非常清净，不但见者合一，更为何事闻者正信。咱对这个经爱相信，佛菩萨哪会讲大梦语的道理呢？啊，当时在会人看到，我把这个信息跟咱分享，咱会相信未？不是亲眼看到的，是看到当时有会人员大家都看到的。咱哪会相信啊？哎呀，相信释迦牟尼佛是真愚者，是阿如愚者，是不妄愚者，不共愚者。咱对佛爱相信，什么人会信呢？家己会打蒙古的人会相信，家己未蒙古才相信佛未蒙古，所以啊，这个信的人就无罪咯。现在就下佛经的人。而果成先贤的人，咱对经啊，这原理原则，来做标准。你就会发现啦，开经记顶面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这款人真正是凤毛麟角啊，无底子啊！你那么为什么？印光大师答复个真简单。心境能力有无？伊有一分的心境，伊该一分的如来真实义啊。有十分的心境，伊该十分如来真实义。你有几分啊？
如果一分都无，你逐工听，听上一百年，不该如来真是伊啊！你都有警告，也是有真侪问题。关键的这地啊，为什么圣经遐尼重要？甲诸位讲，圣经是真心吗？行，是真心不虚啊。敬呢是谦恭，无傲慢。你家看无圣经的人是什么人？虚情假意啊，功高傲慢啊，这款人，佛来甲伊讲，孔子来甲伊讲，无路用啊。人家得不到利益啊。哇，家己是一个过来人，亲身去体会到的。我伫咧初学，我一句话讲，真正是一分两分的精进。这个心境功夫真薄啊，但是安怎呢？会入门咯。你问了后，我的圣敬心随着啊年纪，当年啊增长，学了差不多三十年后，才会当讲是真相信咯。我伫咧学佛讲经三十年以前，讲经五十三年咯。三十年以前，我刚进的时阵，也唔是讲真相信啊。是无怀疑咯，信心无坚定啊。也以前有怀疑，有问题啊。三十年了后，无怀疑咯，会当讲佛法。内面呢，讲信佛、信净土，这个信力有咯，理解嘛是有咯，无坚固啊。那四十年了后，坚定咯，坚定不移啊，不容易啊，来这样久的时间。逐天啊，不离开经本。如果离开经本，完了。我看到真多少年人学甲未歹，到最后拢变质了。什么原因？经本淡掉了。跟他念是袂用力啊。啊，念是修啊，修根本地啊。但是人家用读经的方法是修根本地，我一生也无看到一个。啊，每天啊，上经。有好报的，结果看到真多啊！大刚是为什么物件求福啊？有升官发财，这款人啊多啊！你讲求根本地，一个都无啊！他上原本呢啊，就是要求根本地啊。现在用这个方法去求人天福报，
所以伊毋是真诶啊。我办的习气，真侪人家己毋知影，啊，别人有人敢讲伊无？无啊。我对李老师十年呀，这方面学了未少。老师甲我讲，四十岁以上的人未用你讲的呀。啊，错都可以错啊，卖甲讲，未当接受的，就会变作冤家对头了。伊啊，怀恨在心。啊！我参加李老师的经学班，培养钢筋人才，当学二十几个人。啊！我看到的，大概有这个、啊四五个人，认真的学，老师对因的态度啊，非常严厉。有怕有骂，老是怕人啊！那所以上课呢，外面有人咧看守，唔准人咧接棍。为什么？老师咧怕人骂人，未使有别人看到啊！因为拢是大人咯啊，咧怕骂真歹看。所以门关起来，教室门是关的，窗啊门啊拢关的，唔予外人看到。唔过都是有安尼两三个啊同学啊，老师对因非常客气，从来都唔捌甲因批评。我迄个时阵是最后一个入去迄班，实际上讲，我入去迄班都是慢一个月咯。伊上课一个月，一礼拜上一堂课，我大概是五堂课无去上，头前五堂啊，后面都无缺课咯。一礼拜上一摆课，三点钟。我感觉奇怪啊，老师对待人那会何处不避的？伊无讲的太多对学生，我也不敢问啊。不过老师看到咯。啊，有一天，伊甲我叫去房间，甲我讲：“你上课看到情形，是不是有疑惑啊？”我讲是啊，真正有疑惑。伊就甲我讲：“真正想要学，甲怕甲骂，你是感恩的心吗？”伊为万分，你是啊，感恩的心。哎呀，无甲对不起伊啊！啊，遐几个人呢？未用你讲啊，小话讲较重一点，马上面就红起来。这唔通去讲咯，我都学得一招啊！表面上真客气，向你指教，真正若是甲讲一句，面就红起来。迄话题马上一个转姜维啊，要尊重伊。卖个结完仇，为什么呢？伊唔是真恶啊，假也唔是真的啊。真正咧恶的人，谦虚恭敬啊。你甲批评的时阵，伊感恩感谢你，家己的故事无看到，你提醒伊，而且真正咧恶。
真正咧学，也着来看伊啊，是毋是啊？真解咧？那毋是真解，迄是假啊！伊真正咧听了后，马上就会解。这人真正咧学，这人有希望。所以，亲像这款教育，无长时间伫里边啊，就学袂着呀。因为是课堂拢无讲，袂当啊，唔知影咧。啊，明了才会熟悉真相，但对于佛法，对亲像诸佛如来共款咧。一种慈悲怜悯的心来看世间，看佛法呢，渐渐伫这世间消失啦。社会大众唔相信，你修学佛法、弘扬佛法，无人会扶持你啊。也想要安怎？所以你若想要做这代志，你会做个非常的辛苦啊！这个辛苦在这社会上，无人会怜悯你啊！讲你这人戆人啊！你来去做这款代志呢？我真正走上佛门这条路，出去了后去看本老师，只有本老师一个人赞叹了，别人一看朋友，这些中官同学看到，啊，你哪会去走这条路呢？拢因怀疑。拢用藐视的眼光来看我，只有本老师讲你惊丢了。伊欢喜呀，欢喜什么？欢喜我认真咧做啊，唔惊艰难，唔惊辛苦，相信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，这条路是正路。啊，真正按我的心呢，是啊，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跟我讲，真发心，真去做，你这一生佛菩萨啊，替你安排。你家己唔免操一点啊心，我是一句话力量支持我一世人啊！啊，艰苦无得惊，为什么？消业障啊！无始劫到今生，业障唔知有偌济啊！苦难消业障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人对我冷漠、讽刺、诽谤，拢嘛是消业障。我无万分，我拢总是感恩、感谢。业障慢慢消。那亲戚感觉有一点啊，苦尽甘来啊！啊，香港这老一辈这法师也差不多也特别行要完了。我甲伊拢真熟啊，拢熟悉啊。那就准你啊！有一位有名法师，
半日七寒归，伊迄道场原来想要送我，伊来阮即个尖沙咀来看我，真感叹啊，伊讲真欢喜，你也是老来福啊，你是啊老福啊，老老有福报啊。啊，讲这话，较无一年伊就走了。伊那像大我一两岁就走了。啊，道场想要送我，无送成功啊。好在伊免啦，伊无遐大福报啊。伊个道场来送我，我退休福。你无这福报啊！所以好福拢有真深的一面，唔只是这一生，有俗世一面的来对啊。所以同时会将清净不但见者获益，更为好事正信。好事是指咱这代啊，但是咱要相信，不相信也是无路用。所以啊，讲来讲去也是应做贡献能力清净啊。这是建立信教、建立佛法的一个啊锁匙啊。若心经你绝对袂当进这个门。心经不是对外口来啊，是对你的真心流露出来。灵地极乐世界，确实。是有，非恶托邦，非是众生无缘。恶托邦是假设的，众生无缘是比如啊，迄拢唔是真呢。叫做世界真正有，然后大师晚年呀，有一个别号。叫西有罗林，西有是西方真正有，伊甲大家啊做证明，西方真正有啊，将信起愿，真信发愿，将愿道行，愿是目标，是方向。有目标，有方向，认真去做，也都是啊，老实念佛啦，自信信奥求生极乐世界度脱，奉献领土得殊关怀。啊，关怀都是心内所想的啊。是他所想的，弥陀所想的，无别项，是迄好者有缘的人，早一天往生极乐世界。如即念，别无离念，这是佛菩萨。现在讲话经文。佛告阿难：若诸若揭无量清净平等觉，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具国土，应起啊西向，同力灭处，
恭敬顶礼，清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是佛教导当时在会在大众，若做是汉朝时阵的话，啊，现在就是咧讲恁啊，恁啊，大家那想要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啊，阿弥陀佛另外一个别号。阿弥陀佛叫做啊，无量清净平等觉。所以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。一诸菩萨，你叫做世界修行的这些菩萨众啊，阿罗汉啊，叫做罗汉众。定定来对有天灵众，各其国土，也除了上次讲，一般人是看袂到，你看这个啊，东极土啊，阿罗汉是方便土。诸菩萨是十宝庄严土，拢总拢嘛看到了。安怎看到呢？叫大家啊，向西方啊，引起西向，大家啊，起来啊，向着西方。当日末处日头落山这所在，恭敬顶礼，请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看念了的注解，无量清净平等觉。汉译称无量寿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，译无量清净觉。这个拢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！啊，西向呢，以彼佛修愿度生，现在西方。咱也不能执着，现在你说是西方、东方，现在咱怀疑地球在太空旋转，哪一个所在是西方？西方无地坐啊！这个西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方向。一个方向都找到，两个方向、三个方向，无方向袂用咧，一定爱有一个方向。心定在这个方向，这个、方向就是西方啊。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，你想到这个西方，这个、方就叫西方。实际上，咱今仔日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伫倒位咧，啊，无处不在啊，无时不在。你去看净土性现录，伊内面的记载，拢是念佛往生的人。啊，老人往生咯，厝内人有人问伊，叫做世界什么款呢？叫做世界就是隔壁哈。叫做世界就是东屋啊，
隔壁同学都看到，啊，叫做世界咯。《回向法师》里面讲，净土啊，即是诸方，诸方即是净土。那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啊！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无心。你念佛啦，往生净土，迄、那个净土就是你家己心内变现出来。你的心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，这是真的啊，不是假的。这道理太深，一般人未了解。也未了解的人是不是看到西方，是不是生西方的啊？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未怀疑，那是讲你读下来对对真多的科学，的疑问就真多咯。西方都无看到了，无得坐啊！啊，你未怀疑，未分别，未执着，对有一卡摩尼佛的话啊，完全拢相信，你丝毫未怀疑，你都看到了。所以头前有介绍过有讲，阿弥陀在倒位，修愿道生，现在西方，啊，现是实现，实现的西方，净土法门之方立向，令众啊专一，这个意思讲出来了。这个法门的卡妙啊，都在这地啊。啊，指方立向，指定西方。啊，所以讲一向专念，这个方向，这个目标，你的心就是专一。那是讲无指方立向，你的心啊都未当专一。我到底在哪位呢？四面八方去找都找不到啊。比佛呢，现在西方，咱都向着西啊。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又见佛者，即应念佛，所见之佛就当前灵念之一念心性啊，这一念心性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佛音永透如来之伽毗，这伽如来伽毗的。弥陀如来也加持你，你心念佛，有方向，有目标，你就看到了。果感应道交，动念即见，你念真正就看到。净义法师，香港人都真尊敬伊啊！那像迄个时阵还未开放，大陆还未开放，
因有两个人烧酒去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，国内某一法师为因去，三个人去普陀山调音洞上团菩萨在洞中现身，因三个人在洞门口拜观音菩萨，拜半点钟，菩萨现身了，三个人拢看到了，非常欢喜呀。离开的时阵，伫路里，因互相咧问讲：“你看到观音菩萨是什么款呢？”结果三个人讲出来拢无共款。圣一法师看到的是地毗卢无全身金色。毗卢无就真像地藏菩萨伫的迄个无啊共款，全身金色。你看到是这相。另外，就法师看到的呢，是这个啊，白衣观音，真像咱一般看观音菩萨，手里提着净盘、杨柳枝的，衫拢嘛是啊白色的白衣观音。第三位法师看到的是出家的比丘像。一个出家人南将现身啊，伊看到这个拢是观音菩萨，每一个人啊感应的无同啊，算讲是圣严法师看到的最殊胜，伫毗卢无金色身呢。啊，咱也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世界所看到极乐世界已经庄严，每一人看到也无同款啦。但是迄个世界一定你看到会非常赞叹，非常新鲜，你感觉迄世界美好啊。唔过到家极乐世界了后，看诶，那就同款咯。为什么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下下品往生，也做阿弥陀佛啊菩萨啦，那就大大无同咯。这道理爱怎样？啊，就是凭这种技术讲的这两句话，到极乐世界也将完全消清去了。啊，你的善根福德就圆满了。为什么？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啊！这是稀有难得啊！你伫其他诸佛的国土，你还靠家己功夫去登啊？烦恼登一品咯，善根就中一品啊，是一款道理。恶业啊，消尽，善根圆满。到什么时阵呢？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凭什么会当加持你呢？凭伊的48愿五劫修行啊！
法官容易啊，你有做到无？只要今日咱发心去修改，真容易，该修做未到啊。阿弥陀佛，我家修行四十八愿，愿愿拢做到啊！而且拢也是圆满的做到，又不是假。这是家己的善根功德的加持，你真正有这善根功德啊！但今仔日咧讲。我回向和别人提什么回向啊？那有什么善根啊？有什么福德？提什么回向呢？无这物件回向，那回向是假，不是真的啊！所以啊，真正爱读修持，无修持还是个大蒙古啊！啊，咱的回向唔通用贪嗔痴回向啊，袂当用五万嫉妒回向啊，唔通用这個。啊，明白这道理，就知影我阿弥陀佛的是真的，伊唔是假啊。咱来认真努力修学，才有这个点点功德会当。回向予别人啊，回向予完成祭祖，这会化解啊。那逐天念佛，逐天诵经，早暗可能无缺，到老了，往生以前要有遐尼侪完成祭祖围伫身边，那什么原因？你逐天回向啊，无物件回向何人啊？真正有功德，这完成这组老早就离开了，老早就走了。人动初心，心动初理啊，总爱把这代志创个清楚，创明白啊。啊！我只看到有一个人，回向真正是立竿见影。老寿很技术啊！还有比什么？三年一部经，一句好好，都是这个功德。BEA 老实听话认真做这六年的功德啊，啊真正有效果啊，一点啊都未假。啊，咱过来看下面这段。阿难，即种自起，便是合掌，顶礼别言。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弘誓正诸贤君，顶礼之间，不见阿弥陀佛了，勇敢恭待，世上。端严如黄金山，观出一切诸世界相，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端。
这段是感佛应现，头前佛教导咱礼拜清念，阿难礼拜清念真正看到了，头前这段世尊教导的就是世尊的加持啊，这段讲的是弥陀现身，是弥陀的加持。阿难问慧啊，这头前一段阿难尊者听到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不是三业清净，清佛明佛顶礼法愿，这句来对关键就是啊，三业清净。那咱啊，今仔日修行，唔是讲无用功，唔是讲无努力，真正是真正想要学好啊！安怎学拢无学好？问题伫倒位？三业无清净，三业就是身故意啊。最重要的就是咱的心无清净，心内有自私自利，心内有是非人我。啊，心内有贪嗔痴慢，啊，心内有严重的恶啊，我介意的，我讨厌的，这是啊，意业啊，无清净，因为这个意无清净，所以口都未清净。啊，不知不觉啊，有意无意，盲目良识，我叫机遇，身体做作，身体是太多啊，表情，无。诸相如何啊？黄文观顶面甲咱讲的四点，太多啊，真重要。如何一滴啊？啊，如何是表现的外面，一滴是内面。这里的精神啊，用碟海林接物，就是慈悲，精神慈悲，表现的画面自然是柔和、慈祥啊。这是感应的第一条件，清和平和对三业清净导出来清赞，清和平和顶礼法愿，顶礼是心业恭敬，
法官呢是求感应，愿界叫做世界阿弥陀佛，这个愿以及下面供养弘誓敬诸贤君，福建表感应神速，这感应太紧了。啊，立刻对现前，顶礼未毕，这眼见极乐教主，并你们十方如来赞叹弥陀。这个太紧了，那为什么呢？即行恭敬，啊，三业清净都是即行。啊，佛立刻就现身啦，为所闻皆乎土无定相啊，定慧因心啊，为所这句话真重要啊！什么是净土？什么是秽土？相由心现啊！三界清净，当然现净土。心无清净，你看得就未清。也是精是念在你家己的心，下面这句呢，比如诸天降布啊，气息，就讲天人大家做伙的食饭，共同一个啊，一个餐具。咱今日讲一块盘，一只碟啊，碗、菜啊，拢更做一个，每一人食的滋味拢无同啊。为啥滋味都无同？随机复叠，饭食有异，真的也不是假啊。啊，咱就知影咯。这个摩尼佛每天在外面通报，伊食的是什么物件，什么滋味，无论什么饭菜，到伊嘴内拢变得香味。为什么？因为心转咯。这话是真的，一点啊拢未假。去家的外面去分一点仔饭，拄着啊释迦牟尼佛，降佛有福啊！伊摕什么物件？摕伊讨来一点仔饭菜啊，去供养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当时就甲食落去，伊个饭把人去鼻臭酸咯，歹去咯。释迦牟尼佛啊，啊，立处也都是香味啊，好体妙味啊，去食食是真歹食，好薄啊，无共啊，
去吃怎会当甲释迦牟尼佛比啊？所以讲境随心转，就是这道理。那明白这道理，咱想要大行拢好，你爱心好，心好，什么都拢好。心无好，好的物件到你遐拢变成唔好咯。这个道理袂让唔知影呀。啊，下面呢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故业故悲心，故一念有啊。你做的业是恶业，恶业、恶行、恶念，影响你的心。你的心就变恶了，你的心比念有了。这金用东会乎啊，金用是讲什么？不像啊，你本来是佛，你本来的像甲经常讲的是同款，知魔真金色身，你苦作无量啊，上好。像《观经》里面所讲，阿弥陀佛的像，心如八万四千像，一一像，该。有啊，八万四千好，观经顶面赞叹阿弥陀佛，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，伊的心上拢甲阿弥陀佛是同款。阿弥陀佛心有八万四千相，你嘛有八万四千相。阿弥陀佛，每一相有八万四千好，你嘛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，同款的啊。为什么今仔变个只欧曼嘛，变成这款呢？心念有啊，心静，这心静，心静，这山河大地清净。都是这款道理啊。这段话非常要紧啊。若知暗地的瓦裂化不灭，这是有一天，这个经常有，都是不经我记不掉。地主因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世尊的十宝庄严土啊，啊伫倒位啊？阿弥陀成佛了，伊毛四土，叫世界有四土，释迦牟尼佛毛四土，环形动机土，咱知影，咱这地球是环形动机土啊。旁边有土，咱嘛知影。自性法界啊，是释迦牟尼佛方便有土，好伫咧打坐，甲一支脚扛落来，我咧打坐，甲一支脚扛落来，伊个脚枕头啊，伊拄着地，突然间看到这大地，都亲像叫做世界共款呢。瓦裂拢变作不灭咯，西方极乐世界众宝庄严，哪有瓦裂呢？有一个暗地，和大家拢总看到，
这个、大地、山河大地，拢总拢嘛是无量丁宝所成啊。好甲脚啊，搁甲收起来咧，搁翻坐的时阵无看到咯，搁恢复到原来模样。所以大家拢知影，这是真的，唔是假呀。释迦牟尼佛心修灭多咧，在咱地球上是很灭多，其他星球上也滴个啊。啊，伊个教区，三千大千世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。啊，这个大千世界，啊，像是十亿个文和系，十亿啊，这个十亿个这个文和系来对，有偌济星球？世尊伊个分身啊，伊个化身。啊，这是个教区，伊敢袂去教呢？只要会相信、会理解、会接受的，不拢总拢教，用伊什么心得到，伊就实现什么心。你一定爱知影，咱的身体。甲咱古早的世界，唔是真的啊！众生相生啊，啊，念头转咯，境界拢总拢转。黄兰观想讲啊，出生无真，这个是真的，唔是假啊。慧能大师讲呀，人生万法啦。圆圆观顶面讲，出生无尽啦。当然起心动念有影响，对于家己来讲，影响咱的身体，全身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器官拢会受影响，拢会影响。对我，咱居住山河大地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、自然环境，拢总拢有影响啊！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款的境界，确实啊，真奥去理解。古人所以当理解，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，是咱做未到的。就是圣经啊，你袂怀疑，真辅助感官，心理好过。啊，科学有怀疑，拢怕在门口。那圣灵是无怀疑啊，佛菩萨也无怀疑啊。那宗教内面讲的神。讲个天赛，讲个上帝，袂当怀疑。你若怀疑就错了。啊，我有遮侪年，六十年咯。如体会如深刻，如体会如真实啊！啊，伊策划不离自性，拢是自性必然现出来。其心土灵智连在啊！
拢随心念，为了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徛起的这个世界啊，无量的珍宝所成啊，是地四方回遥，无那远啊，迷心为己啊，这个障碍就是迷啊。若令一念归真，众生见脱，亦何计念有时何？就在一念，唔是过去，唔是未来，就是。所以大乘经教上讲，当下即时呀、啊，当下即时是无时间、无空间。无空间，即地都是啊；无时间，现在都是啊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呀、啊。所悟清明心净透净之智，这句也是念老讲的。啊，这段啊，都、就是回溯来对，回溯来对，才会话真正明白心经透经的道理。啊，心念一切拢念，心经一切拢经啊。啊，极乐世界既然是家己心现色变呢？那有讲未当往生，啊！你唔知呀，你唔承认，心现色变都无你的份啦、啊，你绝对看未到。哇！一句讲，你心内想什么，伊就现什么。这还会记得啊，心内想贪，你看到五鬼法界，看到鬼道，心内是嗔恚，你看到是地狱，一片黑光啊！你心内是无耻，你看到的精神法界，你心内有傲慢，你看到是修罗法界，是奴才法界。贪嗔痴慢疑的疑是真正害啊！所以疑心见鬼啊，疑心啊，决定就是三恶道。总是家己心现色变，有了世界无例外，华中世界嘛无例外。啊，这段意思讲个真深。净明经文，佛以足迹安地，这个经是《维摩经》里面的。以足迹安地，诸土顿现净刹啦。头前讲瓦砾、瓦钵叶。看到现前的大地是琉璃大地，看到花草树木，就甲叫世界同款，众宝所成啊！有修灵岩月，如我暗指海印发光，诸子发光为因修足。
是什么发光呢？正直的光明啊！慧能大师讲的，福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呢？佛的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看真清楚。什么光？智慧光啊，德光啊！那满地之光啊！阿难见佛，只因有归真之一念。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这是归真啊！啊，咱今仔日咧念佛，有这个心无？那是讲伊念佛，佛马上伸手来接你往生，你会惊死啊！我真无爱的，是那还用呢？所以念佛是假，不是真呢。咱这个念佛灯挂着招牌，你来这念佛一天决定往生啊！你看是不是有人加你来？一个都无。讲啊，真好听，真正做起来惊走去了。阿难为什么感佛？阿难是真的，不是假。所以啊，伊就会看到佛啊，也感佛啊，真正是唔惊死啊，真正知影叫做世界好啊，真想要去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啊，就现前了。你那问讲念佛往生有把握无？真念决定有把握，假也都无把握咯。你呀、啊，对这个世界也各有一丝好的贪恋呢，也有一丝好的放未落呢，啊，你无把握。那一丝好就是严重障碍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讲啊真好，只因有归真之一念，念佛时是心念佛呀，见佛时是心啊见佛呀。啊，那念佛用什么心呢？所以大多数念佛是有口无心。所以未相应，为什么念佛也还有遐尼多杂念参伫内底？迄都唔是一心咯。印光大师慈悲，家己爱用计数的方法。念个清楚，听个清楚，记个清楚，用这办法，这个办法会入心，袂好杂念入来啊。为什么有杂念？放不下，真放下，杂念就无咯。真放下。念佛就会见佛，
只是啊，一心，我心佛心，何何离乎干戈？我所闻，何计念有时何？无时间、空间拢无咯，只是一念无去来今，无过去，无未来，啊，无现在啊，今是现在。所以阿难，你佛念佛的时阵是一心。啊，一心内面时间空间拢无咯，所以看到咯，看到阿弥陀佛，看到叫做世界，咱个刷着看下面文，个行者临终。要令一念归真，也必当下见佛，往佛接引往生极乐。故闻念何时，即见何时？何有无念无时间之间隔呀？这位讲啊，真清楚咯。你那问讲什么款道理呢？也会记得一切法从心上生呀。那哪里问讲？眼前地球在灾变，俺换一句话：一切法从心上生呀。啊！地球上的居民，伊想什么？伊念什么？伊听伊讲什么？伊做什么？你就完全拢明白了。啊，眼家，眼家面貌啊，讲大家。如观经为啊无量寿佛，佛身观六十万亿应河沙游旋啊，未干别河游旋弯转如五十米山，佛眼如四大海水，色相端严。上好啊，庄严！这是观无量寿佛经上，释迦牟尼佛甲人讲的啊。阿弥陀佛的形象非常伟大啊。啊，在受理，咱拢无办法想象。新冠六十万亿的恒河沙游旋啊，天文数理啊！佛在咱的面前啊，咱实在讲，连呀一只狗下都不如啊！
政府是变成微生物咯，肉眼看袂到。如果发现咱这款新，啊，咱就变作要用显微镜来观察，才看到这小微生物。啊，这个又果是一个什么款代志呢？也是微心所现，微现所变啊！佛的心量大，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啊，所以现遐尼大心。但咱心量太小，一个人都拢用了袂落。讨厌伊啊！甚至讲这严重的时阵，家己对家己都用了袂落去。袂安怎呢？你看自杀了偌济，自杀什么？伊连家己拢用了袂落去，心量遐碎啊！自杀的人将来去倒位呢？你就会想象啊！观经法，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的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一一好中。好有八万四千公民，你讲上好，这个爱距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咱的本相啊！咱本来就是这款相，现在哪会变成这款的呢？这是啊，原来你的真心。你的清净平等觉，你也无一丝毫迷惑啊！真正是圆满大觉时阵所现的相，现在变成这款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大乘高僧讲的无明烦恼、定三烦恼、见思烦恼，变作现在这相。这烦恼、这迷惑，诸行来对本来都无呀。那问你现在有无？现在也是无啊。慧能大师给咱呐做证明，一见成功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无念有啊。为什么变成这款念有是咧妄心念有，真心无念有啊？你用真心念佛，一念就个阿弥陀佛念来了；你用妄心念佛。你念一万声、十万声、百万声，佛都无看到。啊，妄甲真有障碍，有界碍，会当感应真甲真，感应非常的敏捷。啊，来用真心念阿弥陀佛，所以你看到的感应。那你用的是妄心念阿弥陀佛，念几十年阿弥陀佛无现前，
啊，这事是未当都唔知呀。黄金山是比如观景月，无量寿佛心如百千万亿阎摩天阎浮丹金色啊。这是金色啊，阎浮丹金是世界上最好的金，青色上水。咱这个世间的黄金嘛，该袂当比啊。那佛心呢，就亲像这个心啊，佛以心行，巍巍如山，古文如黄金山呀。这是比如是形容，佛坐伫咧遐，亲像一座金山同款。遐悬遐大，现在啊，遐太阳比地球大31万倍，啊，咱用这个比率来算，比太阳还佫较大。人家大爱心啊，你都想讲叫做世界偌大，有世界菩萨心像跟阿弥陀同款了。48万来对讲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如上之报身庄严，虽非阿难及其各位以下之会众所能觐见，看未到呀！到遐来看到一个人的心，看未到啊！所以不是阿难。阿难净的是初故，初故以下会众无可能会去看到，但以两土如来为心加披，以性方便，就是非常啊殊胜的方便，随其根器各个灵见，是故阿难即见。比佛阿难看到了，不是佛为神啊来加持你，你看未到。也伫这个时阵，阿难一念真的浮现心了，真的看到了，看到佛啊，都亲像。黄金山同款，太伟大了！阿难即见彼佛，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啊，现在多位，现在空中，啊，佛像现在空中，你看到了，啊，无碍无断呐，什么好如来，言数无碍之妙变，何闻无碍？你看到佛，你一定会听到佛说法，
啊，这来对米鸡、鳄鸡，哦，咱去体会，佛菩萨无迄个未说法的啊。佛菩萨无一个未修行的，修行的功德老早已经圆满了，还佫修什么呢？修好别人看呀，就做榜样好别人看呀。也得爱修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家人啊。你家人自己没做到，谁会相信你呢？用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，每天出去托钵，贫富贵贱挨家去托，无挑选的啊，所以处地乞，实现出平等啊。托到钵内底菜饭，不是一家。总是托几落家，平等的接受。啊，世间众生，俗世行业无同啊，所以有贫富。贵贱，佛的目睭是平等看待，像世尊所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，现在变这款的，是迷失自性啊！啊，所以有烦恼。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固步啊！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！无非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自性来对无的啊！啊，自作自受是迷失了自性。啊，如果伊那是啊听佛的话，信佛的话，真正是会做到，老实听话认真做。啊，虽然是迷，啊伊啊未受罪。伊啊所享受的这个生活环境，超过三界天人，伊去倒位去，伊去四圣法界去咯。伊所亲近的、所接触的，拢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这都是伊啊转咯，转生到释迦牟尼佛的。方便又吐气了，未得六道啦。啊，但是伊无开悟啊。若果真正开悟，开悟是甲起心动念放下，不明破咯，一个放下好咯，伊也未得是法界咯，伊就是主。娑婆世界是不庄严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布心在彼地啊，布心教学的对象是法身大师啊，华严经原教初住以上，破一片无明。正一份发心，
生十八土，在迄地咧修行，也都未退转啦。也在迄地修行，功夫未间断，甲极乐世界拢共款的啊。但是呢，你若去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土呢，一定要靠自己修行。咱要去到极乐世界十八土，会也得到弥陀本愿啊威神的加持啊，是。动机土就定有是十八土，这太稀有了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变化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只有极乐世界这个特殊啊。其他拢总拢爱断烦恼啊！那就极乐世界特别啦。所以啊，诸佛如来看到也欢喜，称赞阿弥陀佛功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也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，伊知影甲阿弥陀佛有缘的这些众生，拢肯因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。那有缘是甚么呢？灵性、轻法愿。愿意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这个有缘的人，有缘的拢总会去极乐世界去。啊，灵性、灵愿、灵行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有怀疑，就袂当去咯。啊，袂当去，爱知影，这是暂时袂当去啊。不是永远袂当去啊！那你伫这世间修行，不一定啊，到都是事，你袂怀疑了，你真心咯，那就观色咯。啊，你迄一生决定成就，所以呢，咱这一生的当中，成不成都是有一个问号啊。往往家己嘛。把握不掉啊！按中国古人常讲，一个人一生的行仪，一定要盖棺论定啊！你是真的啊，啊，你是假啊？看到观察才讲啊，佮讲啊，你是真的是假？为什么呢？无看观察的时阵，你也佫会变化。你不一定是真的啊！啊，我的人是真的，被黑人靠不住啊！啊，我那就太困难了。啊，跟我难在倒位？跟我的人心是清净的，应对上清净平等觉。你真正是安尼啊？那要一个盲点，无讲我啊！那要一项物件无放下，无讲我啊！讲我困难啊！
甲五个人是不是真正亲像积水同款，清气透明，无波动的现象。啊，甲五是一切法门共同的科目啊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方法无同，原理原则完全共款。真正无共款的所在，迄就是极乐世界。伊是一个特别法门，也合理带业往生。但是带业往生呢，经常讲啊真好，带古业无带新业。什么叫古业？早昏做的业，拢算是古业。今仔日做的业，袂当大去；早昏会使大去的，今仔袂使大去。这就不得了咯。啊，所以念佛往生人啊，就注意咯啊。你了解这道理啊，我今天听了这个经，真正听有，真正听明白，我就放下，未过再做恶业咯。做什么业呢？善业也未做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亲像阿难的这个同款，一心专念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为什么会走呢？你呀、啊，不走啊，这是阿弥陀佛，莫你走啊！我为什么莫你走？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啊！也就是讲，你要一关。有缘众生，因你而得度呀，你还帮助伊啊？啊，你得度的缘生息，得度众生拢中啊，拢得度了，你就走了。啊，正贤君那是无生，真正是有缘，伊啊拄着你一。真心啊，真愿一切放下咯，真往生啊！啊，除这个原因以外，就注意讲，无第二个原因啊。因此，为你演说都非常的重要啊。就其他相是表演给别人看呀，啊，为人演说是爱真正去做呀，啊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同心结乐国家。啊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